你这天天把你上忙的，我天天你把干那个，一会儿在屋里上饭干那个，他说给在屋里晚上火车给他点火，也有时间，有时间也提前穿，因为我刚才我好反正就是经常工有时候那种，一般的火车吹的话，你给我干好的快，我干不了反正，反正我叫好你，你就干的。你这边你还比那媳妇干的多。哈哈哈哈哈。他刚刚收我费。你这不行，教育我。